其實我覺得我哋防守是不錯的，但是在進攻方面可能我們都是第一次打，那就會怯一些，和在緊迫方面那都會、比較怯的狀況出現，還有後來人家轉了man man 都是比較多 turnover 的出現，所以我覺得在、進攻啊，在面對防、人家緊迫是要有一個、最好的表現去發揮出來，要再更加去鞏固這件事，都是打好自己的節奏，不要被其他人去即是對手去影響到，還有我覺得都要即作為隊長都要在場上面叫隊員其實不用怯，自己做回自己的節奏就可以，即多些出聲調整回自己的節奏，拿回自己的節奏，然後才是可以為自勝的關鍵。我們最終的目標當然是、可以晉級啦，即不要說入到四強，但最少要晉級，我們希望是這個目標來的。